罗继宏老师。变与不变之间系列及两岸各展共十余回，连展及评委各数十回，荣获新闻采访奖共三次，及卓越新闻奖摄影类入围奖。1999、2001，文建会与合创实基金会当代书家传统与实验双年展。2004，山西大同市台湾著名书法家罗继宏邀请展。2006，湖北美术馆台湾著名书法家罗继宏邀请展。2012，新竹县文化局与大陆湖金来双旗扬蹄双人展并出版专辑。2013，内蒙中国梦草原情全国书画摄影大展书法第三名。2014到2022，一茶一墨罗继宏师生书法展六次。2014、2015，中国国际书画暨艺术品博览会两次金奖。2017，大陆首届茶道哲学高峰论坛，中书道与茶道相关论文获一等奖。客委会主办与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合作现场挥毫三次。2021，中国全国书画名家书朱熹莹连作品展巡展。